想念我，还想藏好吃的，那就给你准备点好吃的吧。哥要转一下眼睛。吃饭，吃饭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呦，又选一选啊！你选一选，你选哪个？我不选了，我就要面前这个面条。行行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东西啊，先来一个月饼。啥月饼啊？你这不就蛋糕吗？没见识了吧？这是晋式月饼蛋月烧，你要不要尝一个？你不吃，我不喜欢吃月饼。这跟你之前吃的月饼不一样，我跟你讲，就去年呀，咱妈吃了一次之后，尝了一年，她一年就这么一季才有。这么好，应该说她是蛋糕，我就尝一个。吃这么爽，因为它蛋糕吧它有馅，你看它月饼吧它一点都不油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人家这个外边做的就跟蛋糕似的，因为它是用鸡蛋做的。我还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月饼，嗯，给你尝一个得了啊，都是我的，不可能，一个不够我吃，都是我的，我这还有价环，你认识啥？我就认识人的，咱妈喜欢小款吃，换换，换什么换？剩下都是我的，不然你扣盆分我一半。你说什么？一头都不给。我跟你讲。他今年刚上的，我赶紧买了一批。这就算不是中秋节吃啊，你这平时在家当个早餐小点心啥的也好。人家做的真不错，你看它表面油光瓦亮的，但实际上一点都不油，吃起来湿湿软软的。哎，你吃一块得了，这一看都可贵，这肯定是中秋节当天吃啊。那你还往嘴里塞？我买的是可划算了，就是等着这第一波呢。你快点吃，你还有面呢。催催催催什么催？我吃完你再吃。你看你跟我抢，这有什么跟你抢的？让我把这吃完。我跟你讲，这真可划算了，像这个紫苏的还带一点点咸口，靠吃了。大猪蹄都没了还不知道？好吃也没我的好吃。那你就吃我给你准备的好东西吧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可算吃完了，吃饱了没？哎，该我吃了。呀，这是啥呀？你准备的啥呀？啊，我找着呢。一人一个，哎呦，不够，全部都是我的，早就发现他了，先走开看看他会怎么做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原来是大猪蹄子，他的猪蹄怎么是我的大一圈，我最讨厌吃不是的人了，是西北风吧你。我的猪蹄呢？果然都被这个大猪蹄子拿走了。你等着，直接把肉给你灌走。啊，真香！他一定喜欢吃，这些就留着我自己吃了。吃饭了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我准备的可丰盛了啊，咱俩一起吃都是一样的。我今天不太饿，你就吃自热火锅吧。啊，都给你吃，都给你吃。我就吃个洗脸盆就行了。你确定啊？你确定确定？今天这么好，都给我。那是，我有两个大猪蹄子。别后悔啊！不，你快吃，这都是你的。牛油底料的啊。嗯，你快吃，吃饱了我好吃。怎么这么多肉味啊？那是好东西香着呢。这小罐子，磨磨唧唧可香了。哎，再来一筷子。我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就喜欢吃这口。你的看来也不错啊。那是，看什么看？现在都是我的了。再好也没我的好。你就吃吧，一会儿我有好吃的。你就笑吧，一会儿别哭。给我吃一口呗。不行，吃一口。不行，这人真是小气。你说你不吃的，今天难得我好心做了两份，这次买的多，少分你一口的。不吃就不吃。你看这么晚。等会儿你也别想吃。我话就放在这了，你等着。哎，真香呀！我跟你说。这次我买的多啊，买了三四箱子，到时候那表妹开学了，你就给她拿上两箱走，这样她到宿舍里也能吃了，就不用点外卖了。啥东西三四箱？真会花钱，这一盒都得十几块钱了，你买三四箱得多贵呀、你先出去赚钱再说话。多贵呀、花你钱啊，你知道这多少钱吗？可划算了，香吧？哇，又香又辣的是吧？拿来吧你、说了你是这儿的。对了，我还有两个大猪蹄，快点吃，吃完我好吃好东西。行，哎呦，这小宽粉还真不少嘞。你看你跟我抢。这盒你总吃不完吧？我晚上吃。等等，就偷偷放进去了。晚上吃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可算吃饱了，该我吃了吧？你吃。哎，这是啥呀？让你天天偷吃，裤腰带都系不上了吧？不跟你说了，我行不行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好东西？哎呦，老公，今天你吃火锅就行了。就一个菜啊？啊，我不太饿啊。今天你吃火锅就行。哎，又抢我的东西。这啥呀？哎，这得焖一会儿，焖一会儿才能吃。得焖一会儿啊。啊。摸摸它，对你来说，它是好东西。我都闻见肉味了。那我吃了。你吃，你吃，快吃！今天不给你抢。难得你不跟我抢，那我就吃这火锅了啊！这么香！哇塞，哇，这是火锅的香味儿吧？那挺棒的。真香啊，是大餐的味道。让我瞅瞅，是什么好东西？干嘛呢？想偷吃呀？不能动。再闷一会儿，再闷，闷一会儿更好吃。还得是牛油的火锅。这小火锅有那么好吃吗？把我给看馋了。行，给你吃个香蕉。哎呀，这小宽粉我跟你讲，磨磨唧唧的。等会喝我的王八汤。这里面的东西可比王八汤补多了。我今天啊，还特意做的是最补的，是消毒。这湖南的也是风味十足。这么大片锅，他这次热火锅看着是不错。你别说，你这也挺香。正宗牛油锅底，就跟咱们在火锅店里吃一个味儿。你告诉我这是啥？这红烧肉还有王八汤。好东西一吃一个不吱声，都被你抢走了。你等会自己看呗。这么大一碗你也吃不完，等我大慈大悲的帮帮你吧。哎，你别说，还有点辣。我跟你说啊。咱表妹不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吗？
我想着到时候给他拿了两箱这个。拿两箱啊？这一盒在超市都多贵啊，你还给他准备两箱？哟，还有人在当冤大头呢。那谁在超市买？他到时候开学了，那晚上不能点外卖，哎，又不让煮东西吃的，那学校超市里面一盒不得十五六块钱呀、啊？我买这可划算了。你在干神马？你怎么还吃上了？给我，这还行。嗯，我先吃啊，吃完之后你就能吃你的了。哎呦，还别说，真好吃啊。嗯，这土豆片呀、啊，都是那种粉粉糯糯的，好吃也没我的红烧肉好。你怎么就知道是红烧肉？你怎么还没吃完？我都快饿晕了。是不是闷好了？嗯，我能吃了吧？我吃饱了，反正。让我看，这是啥呀？是可以补脑的呢。加热包。哎，来来来，吃。来，吃这个啊！今天你吃这个，你当我眼聋啊？这里面都有没来扣肉了，我还吃那个？换来换去，还想瞒着我偷偷吃好的？还真是没拆扣肉啊，连个肉都没有。算了，我吃。你吃这个吧，行吧，你俩慢慢吃吧，再给你们做两个菜去。啊，这人就顾着自己，换来换去，还好我自己早有准备。看我准备的大盘菜，洋葱有啥吃的？猴急什么？谁说只有洋葱了？哎呀，好好吃饭，有点味道淡了。虎皮小鸡爪儿，见着有份，先打一份。这看着还挺好吃的。啊。我的，我最讨厌吃亏的人，都是我的。还好我自己早有准备，就知道你这样。正好一箭双雕，最后也是我的。哎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就吃去吧，白米饭看你怎么吃。你说的好像我鸡爪不存在一样。看我表演个龙吸水，再吃个不辣的。你再吃我的鸡爪，就被你吃完了，我都不够吃，你还一个劲的吃。在家你就过分了，别再动我的鸡爪。嗯，哎呀，你在干神马？给我，我都拿到手里了，还抢？抢，就是要抢。嗯，抢来的味道还是真的香，还吃再吃都没了。我的鸡爪你最好少吃点，不然我不够吃，唯你是问。哎呀，这点给我留点。你面吃不吃了？蛋吃不吃了？吃，啥都吃。这鸡爪真香啊！这人什么死动静？别说，鸡拐骨也香。香你就少吃点，就是软烂脱骨一抿就下来了。这个别吃了。干嘛呀？那小卤一个鸡爪六七块呢，谁让你一下买这么多的？又乱花钱。这不是小卤，是不是也很好吃啊？我买的这个可划算了，啥也不懂。哎，白媳妇，这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个这没肉光扣菜咋吃啊？你看看下边嘛。哇，我的，哇塞，给老王的。老王，今天你吃八个蛋。感觉你闹了。那我吃啥呀、啊？我去给你拿。好处怎么全给他了？看见吗？还、哎、是我亲自能丢。等等，看表妹拿什么好东西给我。今天你吃西瓜皮。不对，我吃西瓜皮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这么火锅？你不是跟同学约了出门吗？走吧。再见。我才是瓜皮，还真是个西瓜皮啊！拿过来，我吃这火锅。这人怎么天天这么不要脸？拿过来，粗鲁的家伙！换来换去了，你确定你不吃这个了？不吃，那我吃了。不想套路。让我猜猜看，表妹会在里面藏什么好东西呢？这么小的西瓜藏什么好东西？能比得上自热火锅啊？还是牛油的锅底香吗？嗯，太香了，就跟那火锅店一个味儿。让我蹭点牛油。嗯，小气鬼，你还挺会吃，知道这里边这小饭馆好吃，糯糯唧唧的。嗯，这么大的沫儿。本来这都是我的，现在我只能看着。嗯，你给我也吃口呗。这人好开心啊！这火锅多贵呀、啊，你还吃，还不够我吃呢。我还没得吃呢，说这话。那不是我让小妹泡的，我这次买了两三箱呢。我就是想着，她不是马上开学了吗？那回学校外卖也点不了了，吃了一暑假的好东西，那肯定吃不惯。我同意买一点之后，到时候她呢放在宿舍里，晚上了啥时候吃？多少？我没听错吧？两三箱啊。两三箱？嗯，这一盒都得十几块钱了，你可真有钱啊！你还不如给我呢，这一盒这火锅多贵呀、啊。我给他，人还会说一句谢谢嫂子。我给你，你会干嘛？我偏还有脸说。再说我买的是一点都不贵，你就吃吧，这肯定有好东西。我西瓜有什么吃的？没人跟你抢，慢慢吃。吃太爽了，我看着馋。嗯，过瘾吧？哇，太我吃了啊！吃吧。这上面没东西，你就会看下面。啊、真没有啊？还真是西瓜呀、啊！儿子一个蛋，儿媳妇一个蛋，谢谢爸。儿子一个蛋，这个，哎呀，给你了，儿媳妇。谢谢爸。爸，你可是我亲生的，你怎么一个蛋都不给我？啥了？别着急，还有硬菜啊，等着。好、哦。哪有什么硬菜呀、啊？有硬菜，看吧，还是我爸对我好。哎呀，再让你嚣张一会儿。儿子来了。等会儿，等他吃完了你再吃啊。这是啥呀，爸？梆梆硬，等到最后啊，儿子。嗯，我都闻见香味了。你就吃你的自热火锅吧，连一口也不给你吃。嗯，真香，糯糯唧唧的，再香也没有我的硬菜香。让我闻闻看是什么好东西。嗯啊，是味的味道，等等，他就只能看着我吃。看你吃的这么香、啊。哎，你都有硬菜了，今天哎呀，这俩都是我的。两盒你吃得完吗？吃不完我晚上吃。这女人真自私。算了，都吃我硬菜，一口也不给你吃。一口也不给我吃，说的你给过一样。有的牛油火锅，这些还叫硬菜，这是跟火锅店的事。哎，我就喜欢吃这小宽粉。我也喜欢吃小宽粉，先吃个配菜垫垫肚子。还有这海带，我看你吃不完呢。这小气鬼吃不完，剩下那份表妹下午来了，我给她吃。给她吃，这伺候火锅还不够我吃呢，还给她吃。嗯，
他下午来，我可是跟你说的啊，我特意给他备了两箱，到时候让他拿走。这他不快开学了吗？那开学能放宿舍吃？多少？两箱？这一盒子得十几块钱，两箱得多贵呀、啊？给他一盒不就得了吗？还不如给我吃呢。给猪吃还能长膘，给你吃只能长膘，这人没脸没皮的。放回来。啊，我懂你的，就是我的了。嗨，反正我也快吃饱了，就让你吃上两口。跟你讲，这里边的土豆片都是那种糯糯的，可好吃了。我知道，我吃过了。君子不动口，也不动手哈。我还没吃够，快让我来一点。哎呀，你快点吃，吃完我好吃硬菜，看都是馋死你。吃饱了吧？啊，吃不完了吧？嗯，该我吃了。哎，这啥呀？让你成天自私，老爸，你直接理了去吧。哎，儿子，今天你吃龙虾饭啊，儿媳妇自己多少吃啥就行了啊，还得是你妈，这么好，慢慢吃啊，我先走了，我都闻见香味了。你吃不完，咱俩一起。我吃的，我吃的都是我的，你就吃你的自热火锅吧。火锅也香着呢，我这还是牛油底料的。哪儿壳子啊？你的脑瓜，你有壳子啊？壳子了，给，又合起伙来坑我。我的，我吃自热火锅，拿过来。我做的火锅。你的就是我的。这家伙又抢我东西吃。我的东西你看都不能看一眼，你就吃你的虾头吧。这个虾头男真讨厌，这个东头啊，看你虾头怎么吃。牛油火锅闻着就是香哈，这虾头也是看着真虾头，看看我的虾头，再看看他的牛油，我的口水真是直流。这虾的脑壳还是和男友不一样的，有点东西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果然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。大点口吃。牛油火锅就是香哈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可是某人吃不到。谁说我吃不到？我的才是好东西呢。虾头有什么好吃的？这火锅啊，本来也不是买给你吃的，但是想着表妹马上开学了，我留了两箱，想让她回学校的时候拿去宿舍吃呢。爸，两箱？两箱得多贵啊！这一盒在超市都十几块钱呢，你给她一盒不就得了？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一盒你也拿得出手？你还是个做哥哥的人呢。哇，这么大的木耳，过瘾吧？太过瘾。大口吃，吃饱，吃饱了，别和我抢。这宽粉看着就好吃，好吃吧？太过瘾了！这小宽粉啊，糯糯唧唧的，我可喜欢吃了。喜欢吃宽粉，吃吧。你不给？我也喜欢吃。等等，我吃好东西，你别哭。儿子，我给你留的肉，你咋没吃啊？你都是虾头怎么吃啊？哎呀，儿媳妇，看在下面。爸，我早就看见了。哎呦，看见没？都是肉啊！哎、牛排，我的。今天你选看得见的还选看不见的？又想拿空间的问我，我肯定选看得见的呀。那我就吃这个了啊。对，小火锅。哎，哇塞！你这边有卤牛肉啊？放下，我的，我的，哎，你又吃小火锅，这才对吧，哥？你的嫂子吃完了也在吃啊，小火锅也香，吃肉每次都饭里给我，应该是运气不好换一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是空间？还有牛肉里料，全是空的，又是我，咋都是尖的呀？哎呀，你吃这个吧，我要吃小火锅吧。都换来换去的你，筷子也给我。哎呀，我的火锅，你这不就是我的吗？你的也不见，分点给我吃啊。小宽粉吃起来糯叽叽的哈，就顾着自己吃，分我一点啊！我打算分你一口。不给，往上。这人咋还不食？牛油底料给真饭馋死他的倒霉蛋。这小妹还给你煎了个蛋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人一点都不懂得分享。这火锅还是我给他买的呢。这么好心，火锅都还不够我吃呢，还给他买。养猪都没你能吃，你啥时候吃不着呀？那我不是想着，这马上他就要开学了吗？那拿回宿舍里吃，我就给他买了两箱。这还没开学，那两箱都快吃完了。多少？两箱。这火锅这么贵，给他一盒不就行了吗？还给他两箱。一盒你好意思送得出手吗？给他一盒，那他能做给你吃啊？这里边都是我爱吃的。这木耳可脆了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吃他那个小宽粉。有个大块肠，我最爱吃了。只要是从我这抢的，你哪个不爱吃？哇，土豆片儿都贼入味，粉粉糯糯的了，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好吃的。这里边能有啥呀？一个空签子，就吃你的签子去吧。等等，要是有好东西，你别抢。我也不懂了。哎，真有啊！别干了，站起来！我都看见了，妹妹，这又尝了啥好东西啊？没有，真是个西瓜呀、啊！今天你吃西瓜吧，我又吃火锅了。我的火锅，你的就是我的。小妹，再给我搞俩硬菜去。那行吧，你真不吃这个瓜？瓜有啥好吃的？那我的啦。你说。妹妹特意给她准备的好东西，非要给我换，有福都享受不到。这看着好香啊。我特意煎的蛋，这牛油的火锅就配着煎蛋贼香哈。快说，别了，这还是脆煮的。我特意泡的。太香了，这自热火锅真的好吃。我老说天天家里也不吃个肉，这脆煮又脆又嫩的，加上这牛油底料可香着呢。哇，这脆煮呀、啊，吃的真跟火锅店一样。一直看着我，搞得我会抢他西瓜一样。那有这好吃吗？太毒了，给你留着，你给我吃啃个小宽粉呗。
不给都是我，一口都不给我。那还是我泡的火锅呢，跟你说了，这不都是我的吗？你的你的都是你的，吃吃吃，比谁都能吃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不是马上就小妹要开学回学校了吗？然后我想着这火锅呀、啊、确实好吃是吧，到时候给她拿了两箱，她放宿舍能吃呀。两箱啊？两箱得多贵啊，你给她一盒不就得了吗？她给她一盒，你那亲哥呢，你好意思说得出口？咱们在外边的超市里面一盒都得十几块钱了，他在学校便利店里那更贵，晚上又不好点外卖的。你快吃，吃完小妹有惊喜。这么多，诺诺唧唧的。吃不干饭你不买的。饱了没？饱，我刚才挺多的。那我吃了啊。你吃你的丝瓜吧。哎呀，我的！今天各吃各的，谁跟你抢啊？不是爸，这我咋吃啊？这不是吗？等会儿让我检查检查。多好的小菜！哎，这叶子呀！哎呀，好好好，这样菜适合你，就吃这个吧。哎呀，等他吃完你再吃啊。难道里面有好东西？咱爸知道你喜欢吃西瓜皮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对，我喜欢吃。让我悄悄看看是什么好东西，就偷偷看一眼。看什么没看过靓女啊？你先吃完，我等你吃完我再吃啊。瓜皮有啥好？反正瓜皮是给好东西吃的，还好我自己准备的有。这又买了啥呀？要乱花钱。咱妈都说了，那无花果跟核桃对女生好，我这是特意买的无花果夹核桃。这一听就是没吃过的好东西。核桃都能夹无花果了，母猪还能上树呢，见过没？脆脆脆脆，哎呀，嘎吱嘎吱的。先让你吃一个好吃的瓜，都是我的吧。先吃个蛋，润润嗓子。这俩加一块能好吃吗？好吃着呢，酸酸甜甜，而且还有坚果香。看你吃的还挺好吃的。男友是该多吃点核桃了，给你尝一个。这味道真不错，这盘就归我了。这么香。我还第一次吃无花果夹核桃，那你最好多吃点。我很喜欢无花果里面那个籽儿，脆脆的哈，嘎吱嘎吱的。这次买了，连咱妈都夸我买的好了。对，无花果多贵啊，这核桃也这么贵，那你这一小盘得好几十了，又乱花钱。那你最好别吃，吃进肚子里了怎么算乱花钱了？这都是好东西。再说你咋知道我买的贵啊？而且过两天，那不中秋节了吗？咱回家还要走亲戚啥的，多买点这。你不管是咱摆在家里，还是说分给大家吃呀、啊，你带上点又有面子，而且还有心意。你别说，这也挺合适的，是吧？到时候给我妈也拿回去。给你妈拿，啥东西都想着你吗？咱给我妈拿点。谢谢你啊，我已经吃着了。那我不是已经拿过了吗？你快吃你爸爸你。磨磨唧唧的，终于吃完了。快吃你的西瓜皮吧！行，那我就吃西瓜皮了，大猪蹄儿。